听懂，画画就是要疯狂，就是要胡乱画，你只要敢胡乱画，一分钟你也能学会今天这幅画。先沿着脚画一条斜线，裁三个从大到小的圆，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贴在斜线上，预备，开始疯狂，开始胡乱画。淡黄色胡乱画完，橘黄色再胡乱的画，胡乱的点，柠檬黄也胡乱的画，接着是天蓝色，点点点点点点，啊，疯不疯狂，胡乱来点紫色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来点淡绿，来点深绿，来点橘红色，沿着对角用橘红褐色画出一条线，也胡乱划了两下，随便拿出一张卫生纸团一团，在斜线旁中间偏下胡乱向下揉一揉，颜色不够深再胡乱来点橘红，胡乱再揉两下，接下三个圆形小纸片，从中间位置一直到斜线，随意画三条越来越长的竖线，画出路灯，胡乱加宽一下斜线，胡乱画出路灯的投影，就是要胡乱画黑色，写一个字母 Y， 再写，继续写，底边加加粗，在一条斜线里再疯狂画出两棵树，胡乱加上投影，重点来了啊！空白位置快乐的画一个半圆，加条小竖线，一个小圆圈，再画一个小梯形，右边再画一个小梯形，上面加个圆，再来一个长方形，一条粗竖线，左边一个小梯形，也来一条长竖线，弯弯曲曲胡乱画出投影，一副路灯下雨中漫步的行人，完成，怎么样，漂亮吧？你学会了吗？